Hello， 各位兄弟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老头 Oldman。今天呢，我们来玩这一款游戏啊，叫做 Block Post。这一款游戏呢，是一款枪战游戏啊，在 Steam 上面有在卖，没有，不是卖，它是免费的。再跟各位讲一下，它是免费的。这款游戏呢，不知道是之后会不会收钱哦。总而言之，这个好像才刚开始没多久。所以说你现在看连这个游戏的背景音乐都没有，这不是我故意不放或是干嘛哦。他这真的连背景音乐都没有。然后令我非常意外的是他居然有中文。然后因为这个游戏的这个介绍里面是没有中文的，他讲是没有中文的。但是却有了中文。所以说非常的令我意外。好不好？那么这个游戏就是我玩法啦，这游戏的玩法就像是我的世界加 CSGO 这种概念。不过我昨天晚上稍微玩了一下，他其实大多数的时间都在射哦，都没有时间给你那边盖东西哦，因为人家就是要射爆你，管你什么，反正看见你就是射爆你，根本没有时间让你盖东西。所以说其实我觉得他这个盖房子的元素其实我觉得是多余的啦。好不好？那么呢，昨天稍微玩了一下，然后他还送你一个免费抽哦，抽到了一把 N21 哦，我个人是觉得蛮废的哦，又是一把蛮废的 N21 这样子。然后我们来装备一下，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这边被重置了，然后给个方块，不知道为什么这给这个方块，说实在的，你也不会有时间去盖啊。然后这边还烧一点造型，可以让你去做一些切换哦，看你是要带这个或是带这个。你高兴就好。目前为止好像是做这些吧。然后呢，这个像是蓝色这些东西啊，是可以让你暂时增加一些能力哦。那我只看得出来这个是 ammo 嘛，这个是防御嘛，这是什么不知道。这是补血。按下 G 会补血，每一个出场只能带一个，然后这个是手榴弹，然后老头只有带手榴弹，就这么的简单。然后箱子这是打到的，然后很靠北，居然还要你花钱，然后还要你自己去商店买一把0.25 美金的一把钥匙去开这些有的没的，跟 CSGO 差不多啦。这个我就不多做赘述了，好不好？这武器攻防的话呢，就是说好像是把三个相同的武器丢进去，它会让你获得一个特殊箱子。不过呢，我们现在武器都没有重复，所以我不敢丢。又获得一样东西，是不是？又获得了这个该死的箱子，我又没有钱，我又没有钥匙，算了。好啦，讲那么多，我觉得各位应该迫不及待了，我们来开始一下。玩家伺服器的部分其实定蛮少的啦。是蛮少的啊，那么有个团队死斗，然后算了，去一下玩家伺服器好了，难得有位。好，我们玩一下团队死斗。这个团队死斗是开放式的这个让自己去盖这是我第一次玩开放式的因为这个玩家玩啊靠被我死。这个玩家伺服器啊，它可以自由的创作，就是你只要开启开发者模式，大致上都是可以自由创作。那什么东西？我的声音有点大声，我的天啊！都是可以自由创作的。我觉得这个弹尽弹药两绝。躲什么东西？躲嘞哈，躲。这把伤害比较高一点，但重点你要射得到。越盖越高。被击中了，我的天哪！妈，丢手榴弹，靠背没丢到。哇，他们超强的，全部窝在那里，好猛哦！我们被打假的，好啦，我们去玩别的模式好了。官方伺服器是会比较多种模式啊。目前你看自己写右下角的线上玩家只有162位哦，这个游戏真的才刚开始没多久。然后这冰冻模式我是没有玩过啦，玩过混战，反正混战就是不分你我，就是打就对，看到人就打。生化模式就是有僵尸，
哦，我们是他们的奴隶模式这样子哦。如果听不懂的话，简单来讲就是有一边会有人变僵尸，然后呢被咬到，对方被感染，大概这样子。然后手枪战，顾名思义就只能打手枪啊，哦，这么简单。啊，然后团队死斗，然后神话模式，目前最多人玩的大概就是上面这些的。然后呢，什么刀战啊、歼灭啊，没有人开啊，哦，我们就只能玩这些，因为我自己也不想开，就这么简单。好，我们来看一下手枪战好了。哦，今天晚上应该说今天现在这个时间点人有点少，哦，所以说就比较没有什么那个内容这样子。昨天晚上还蛮多的说，昨天晚上挺多的，欸，哈哈，奇怪这边人，我靠，人那么少，人那么少。躲起来，躲起来！哈哈哈！干，这样他妈也可以啊，喔！啊！如果之后的话有可以的话吧，就开个伺服器大家一起玩啊，行不行？可是我真的觉得，如果开伺服器一起玩，大家来杀我，欸，我应该会觉得我会蛮无聊的吧，我都会被针对，欸，还是不要开好了。我杀老头了，好爽哦！然后这样子啊，你们会不会这样子？我觉得会啦，还是比较好的。来呀，啊，多嘞，嗯嗯，北七蹲，很会蹲，听说你很会蹲，听说你很会蹲。听说你很会蹲，嫩，哦呦，哦呦，哦呦，我射五滴了，哦呦，哦呦，哈哈哈！哎，为什么手榴弹 CD 完不能再丢啦？刚刚我看到右下角手榴弹啊，对，这个技能放完好像有 CD 耶，欸，CD 满可以再放一次啊。蹦，嫩 ，Hello， 啊呼呼，啊呼呼，哎呦，我直接卡在那边，怎样？啊，哎，同归于尽，好爽啊！哦，越来越多人进来了，还杀了一个。又杀一个了，哎，欸，怎么没有子弹啊？靠，我死了！妈的！干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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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呜呼！弹飞中！啊！被追杀！来啊，来啊！啊！哦哦！对面的人好猛哦！还射不到啊！他拿铲子想要敲我，啊，被我点头了哈！点起来，点起来 ！Hello， 射不到我，嘿嘿嘿，高超走位啊！高超死亡。高超死去，哇！直接站在下面，超猛的，欸，厉害哦！吃我的手榴弹，吃满满呢。老头太久没有玩这种射击游戏，跟炮枪跟智障一样，超炮！哦，别射我 ！No。哇，这么强哦，一枪就毙我了，还是因为伺服器延迟的关系。这款游戏目前没有亚洲伺服器哦，除非你自己架吧，我想啊，哎，自己架的话就比较不会有那个的问题。
哦啊，我不知道这他们射在身上的反应到底是有lag还是没lag，其实我自己本身也不是很清楚啊。我是真的不清楚，哎，因为这个也没有办法看pin嘛，我花多看啊，啊，这边也没有pin可以看，那我真的是不清楚啊，真的不清楚。干什么干什么？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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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小飞舞，哎，二打一，哎哎哎。嘿嘿嘿嘿，那射了那么多枪，他都没反应，超猛！想死你！哈哈，是不是同一个人啊？同一个人吗？他好像没发现我。这是一个偷啊！我没有武器了，啊，被发现了！哈哈哈哈，看这个偷还蛮爽的，我还让你两三枪，你这小废物，干什么？你想去上面是不是？门都没有啊！医疗包，我被砍死了，笑死！哦，结束了，我们输了，红方获胜干，然后我还被炸到马德，好啦，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啊。然后好像任务的话，我好像没解到什么吧？对，有啦，这个蓝色箱子，搞不好可以直接抽吧。可是你看这个任务一条条件那么夸张，什么三百杀，什么杀一大堆的。好不好？总而言之，这款游戏大概就是这个样子。那如果你们自己喜欢的话呢，可以自己去下载，它是免费的。哦，在网络上找到，觉得还蛮赞的啊，希望大家会喜欢。好吧，那今天先到这啦。如果喜欢片呢，左上角个订阅，右下角个小花笑，把留言或者把影片分享出去，给更多人亲朋好友观看。我是老头，我们下一集啊，有机会找到免费游戏要介绍给大家。我们下集再见，拜拜。